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选出让自己满意的房子，把它分享给在这里安家的你们。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期的绿洲看房，我是你们的地产经纪人就王绿洲。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套由我们团队最新上市的位于尔湾北木学区的独立屋房源。这个房子总共是由三个卧室、2.5 个卫生间组成，室内1645尺，占地2772尺，建造年份是1982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房子背后的一个绿化步道，房子就在我们的左手边。这条绿化步道叫做 Ventersper Nature Trail。那顺着这条步道往我身后走，大约两三分钟的距离就可以到 Sierra Vista 初中和尔湾首个中文沉浸式教学的公立小学，叫 Irvine Chinese Immersion Academy。这个房子离著名的 Brightwood 小学也只不过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而 Brightwood 小学是尔湾目前6所开设天才班的小学之一，从这里开车大约5分钟的距离也可以到达非常著名的 Northwood 北木高中。除了接送小朋友上学方便以外，这个房子距离主干道、高速和周边的商超 Plaza 也很近，是尔湾比较中心的位置，南北向有 Coover Drive， 东西向有 Irvine Boulevard， 几分钟就能上5号和261号高速，99大华、Hmart、Zen Market、Costco 也都在几分钟的车程之内。 Vista Flare 这个社区不大，大约300户人家不到，配套设施一点都不少，有2个会所泳池，重点是小区的物业费还便宜，只要134块钱一个月，并且没有新区附加税，可负担性很强。看过外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屋子的里边。这是一个屋主的自住房，别看它面积不大，它可是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并且有着一个2车位的车库。现在我们位于这个房子客厅的位置，在我的右手边呢是一个温馨的壁炉，我们可以看到屋主做了 LED 筒灯的升级，窗户的部分呢也用了定制的百叶窗和新换的 Mail Guard 的双层玻璃窗的设计。往里走呢，我们来到了餐厅的位置，这个餐厅非常宽敞，放一个6人的长餐桌呢也是绰绰有余的。这里是房子底下的一个半卫和洗衣房，更新了升级的台盆，洗衣机、烘干机呢，如果买家需要的话，屋主也很乐意提供。现在我们来到了厨房、早餐厅和家庭厅的区域。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台面更新了现代化的灰色的人造石英石，既美观又便于打理。炉头是用电的，既环保节能又清洁安全。后面的小院面积虽然不是很大，可是非常的方正，实用性非常的高。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院子的后面呢是一个小区的步道，私密性和视野都非常的好。介绍完房子1楼，我们一起去2楼看一下吧。来到2楼，我们首先注意到这边有2个天窗，这2个可不是普通的天窗，它们是带马达的，并且可以遥控开启，是由太阳能供电的。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开后凉风徐徐，既能降温又能让室内外空气进行交换，一石二鸟，事半功倍。我们注意到不仅1楼楼梯和2楼的走廊和房间都升级了木质地板，不仅符合我们亚洲人的使用习惯，还非常易于清洁。2楼是分隔式卧室布局，客卧在一侧，主卧在另一侧，2个客卧非常方正，都带中央顶灯，每个房间的窗户也都是 Mail Guard 的双层玻璃，也都有定制的百叶窗。这是一个空调的加热炉，是几年前全新更换的，全屋主是对整个房子的 HVAC 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主卧不仅非常方正，而且我们看到层高也非常的高，它一侧呢有一排强盗墙的壁橱。再往里走呢，是主卧的卫生间，有双台盆、步入式的淋浴，还有一个通风的窗户，非常棒。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北木学区三房2.5卫，1645尺，低 HOA， 低地税，步行器学校，近商超和高速，最重要的是房子背后就是一条绿化带，没有邻居直接对着，私密性和视野非常的好。那这个房子我们预计会在下周上市，上市价格可能会在145到150万之间。那如果大家感兴趣想来看的话，请联系我们的团队，我们期待与您见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绿洲看房，我是你们的地产经纪人小王王绿洲，我们下期再见。